工人赶紧加工，增设红毯坡道，准备迎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访共清晨。金正恩才参观完东方太空发射场，马上来到俄罗斯东南部的共青城，这里是俄军苏凯57逆踪战机的生产基地。金正恩的行程也让南韩人很不安。이공장에서는구소련시절모델부터5세대첨단전투기까지다양한수어의계열군용기를생산합니다。北韩目前拥有的最新战斗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向苏联买来的米格29。南韩专家猜测，金正恩可能借这次行程引进最新的第五代战机。본격적인군사협력으로이어진다면한미일북중러대결구도가심화하며한반도주변긴장감은한층높아질수밖에없습니다 Our space force is defending our country here on Earth and wherever our mission takes us.为了对抗北韩，美国也宣布将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建立太空部队，来因应新的威胁。毕竟金正恩这次出访，他和普京都为对方准备了具象征性的礼物。Путин подарил корейскому лидеру, он ему подарил перчатку от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скафандра, которая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была в космосе。不止如此，两人还互赠一把国产高品质步枪。金正恩更邀请普京到访北韩，普京也欣然接受。现在还传出大陆外长王毅将在下周前往莫斯科，除了共享朝二会的具体内容，最大目的是协调习近平和普京下个月领袖会谈的细节。 TBB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BBS 新闻网 APP。